现在上场的是东道主选手，来自俄罗斯的利奥诺娃，今年俄罗斯全国锦标赛的女单亚军，今年欧锦赛上排名第五，第三次参加世锦赛了，之前最好成绩是2009年获得的第七名。本赛季他的短节目音乐来自于俄罗斯作曲家施尼特凯的波尔卡，以及1954年的意大利电影《大陆》。道主选手，今年俄罗斯的全国亚军利奥诺娃，这是他这个赛季滑的最好的一套短节目。为了在自己的祖国拿到好名次，这次也是顶赛，他把自己这个赛季的短节目做了调整。他这个赛季参加的比赛呢，在短节目当中是原来要做左手三周，最后外点兵两周的，但是前面几站像大奖赛的中国站、俄罗斯站上，这个勾手三周跳总是出问题，所以呢他干脆就把这个动作换掉，做了刚才的后外点兵三周接后外点兵三周，这样的分值加起来要比他那个成功率不高的勾手三周接后外点兵两周要高，而且呢稳定性也要强。之后的菲利普三周做的也相当好，这个赛季他的菲利普三周跳成功率也不是特别好，中国站上那个动作被扣了分，俄罗斯站上呢空了菲利普跳，到了后面的阿克塞尔两周完成得非常好，这个动作对他来说应该是驾轻就熟的，整套节目完成得非常的流畅，情绪饱满，旋转是他很比较强的一项，他可以拿到就三个旋转，他能拿到起码能两保证两个四级，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开场的那个很漂亮的后外点兵三周，接后外点兵三周，然后是他的菲利普三周跳。
他的弟弟和妹妹都是花样滑冰选手。他选择的音乐是意大利电影《大陆》，那么他的服装是我们可以看到是马戏团小丑的这个服装。因为《大陆》这部电影呢，它描写就是社会底层贫苦艺人的苦难生活。好，来看一下里奥诺娃，今年20岁，来自圣彼得堡，这套短节目的技术分。31.55，全场最高，节目内容则28.20，59.75，排名第一。